之后容易看腻，但是夏航的衣服真的特别显气质，它比吉祥做的就要更好一点哈，既商务然后又很青春，而且还蕴含了他们的企业文化。除了安全来讲，乘务员在飞机上还有一系列这个服务的工作嘛，你让旅客看着很亮眼、很顺眼、很清爽、很干净，我觉得这就足够了。第四名也是咱们今天中国的第一名，那就是海航。海航本来之前也是排前三的哈，但是我还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并没有经常见过、不是很熟悉的一些航司的制服。海航的制服呢，就特别适合小头小脸的人，他跟夏航一样，他们的领子都卡到这儿，对于我这种大头怪来讲那就是灾难。但是你们应该也知道哈，海航不但喜欢那种小小玲珑长得很秀气的人，还喜欢那种有佛像的人，对吧？那有佛像的人基本骨架都蛮大的，比如说骨架有点大一点的人呢，他们穿他们那个新款大风衣又很帅又很适合。所以我觉得海航的制服跟国航一样哈，每一套都很好看，而且每一套适合的人都不一样。但是海航比国航强呢，制服来讲它多了一些设计感，而且那个颜色调的非常高级，而且男生穿这个衣服很显臀。第三名，阿提哈德航空。看过欲望都市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句台词，迪拜的时代已经过去，阿布扎比才是未来。我觉得他们这套衣服胜过阿联酋，首先就是经验感要更强一些。我就不说什么了哈，我就给你们看这组沙漠大片，他们公司是真会拍呀，就把男性的那种荷尔蒙，就把公司的特点文化是不是做的都挺到位的。而且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这疫情期间他们男生穿那个防护服，我就感觉他们那个防护服都好看。排在第二名呢，就是人气满分的大韩航空。大韩航空的男空乘基本上是路人缘网上最好的了。亚洲男生来讲吧，中国的男生还是更好看一些，但韩国男生他们就胜在会打扮，胜在弄得比较干净，弄得比较精致。其实大韩航空的制服很一般哈，它不像女生那么有设计感。他们男生的制服呢，外面就跟咱们一样是黑色的，里面的领带不太一样，里面呢他们是那种就是女生那种海蓝色的那种领带，然后可能配上韩国人比较白的那种皮肤，就会给人感觉很干净很整洁。再加上韩国男孩不管他们化不化妆好，反正他们都很会打理头发，但可能他们那边公司对于头发的管理并没有咱们男生那么的这个死板哈。咱们国内航司男生呢，可能要不然就短发，要不然就全背过去哈。但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发际线问题或者说脸型问题，他并不适合这两种发型，所以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好看。但韩国男生呢，就是在飞机上我也看过他们，还有那种中分的那种三七的都特别好看。但我还是觉得说他们制服一般哈，只不过我还是觉得说还是可能因为韩流的冲击吧，对于韩国男性还是有一层滤镜的。第一名绝对爆冷，俄罗斯航空。俄罗斯航空大家的印象肯定就是啊，这个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很吓人啊，飞行员都是战斗机退役的呀，战斗民族啊，这个飞机不敢坐呀。但是我真的建议你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官博，他们的官博是我觉得就是所有外行哈，在中国的官博运营的最像样的，看的人我都想做了哈。我之前是这个行业的，我知道大概大家都会往哪儿吹呀，往哪儿营销啊，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我有点好奇了，我有点想做了。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哈，你们看一下他们的最新制服，我的妈呀，太好看了吧。阿提哈德呢是给了我惊艳感，第二名的大韩呢是因为很有人气，那第一名的这个俄罗斯航空那真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了。你们不觉得这个袖口领带的设计就很贵气吗？大家应该知道哈，俄罗斯年轻的帅哥美女保质期特别短，美好都是短暂的。我就觉得这身衣服太适合他们，虽然说可能有些时候不太敢坐他们家飞机，但是看一看就是帅哥美女还是挺好的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千万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至此制服系列视频告一段落，空少告诉你系列还在继续，创作这个系列视频也近有百期，回头再望一望曾经走过的路还是感慨万千。这个被大家比喻为围墙的工作，想当年也是靠着他能公款吃喝环游世界见世面长见识，优渥的福利待遇以及看起来光鲜亮丽由知名设计师打造的制服，成为许多年轻男孩女孩的心之所向。制服这个主题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并且感兴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空中乘务员穿上制服除了是公司的门面，也是一份责任的承担者。有些时候我也吐槽航司内部管理氛围太一言难尽了，如果没有很强的实践力，脑子没有很灵敏以及自我调节能力，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会越来越低。十年前这份工作还算体面，但是十年后的今天，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月入过万已经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以及各大航司陆陆续续建新基地买新飞机之后，我觉得空中乘务员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低，
工资涨得也越来越被动。这样说也许会觉得很丧，但是这也反向证明了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飞机再大再豪华，它也是服务人类的。说到底，它和公交车、火车一样，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更别提这两年疫情对民航界的重创。的确，这几年辞职转行的人太多了。我不是想给大家灌输负能量，只想告诉大家，即使这个行业收入、工作氛围不及从前，甚至说外人对这个圈子各种流言蜚语，即使这样，还是有一群人在默默坚守。有些是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的男生女生，有些是已经飞了30多年的老同志了。有些人总把空中乘务员叫为服务员，的确，这份工作的确不是什么高薪技术工种，可我觉得这份工作想干好，除了将心比心，还是需要一些匠人精神的。和飞行员不一样，我们在公司的地位低，可替代性强，甚至有些公司薪酬福利待遇差，被大家调侃取名为奉献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什么增薪的消息传来。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比起体面，他们留在这里更多是因为热爱。特殊时期前，每年都有几千人进入到这道围墙里面，培训、带飞、考核、上机，这样的过程对公司来讲就是流水线，但是对于一直坚持着那些人来讲，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青春啊。再美的姑娘都会老去，再浓的情谊也有散伙的一天。蓝天之约我已赴，未来的路更值得我去走走看，为我自己加油，也向所有民航人致敬，大家都辛苦了。若有一天再相见，愿归来仍是少年。